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今天看熊中这道题，这道题呢，它给了中线、角平分线跟这个高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三段是一比二比三。好，那今天要算比例，那我们就假设这长度是一二三，那这个是终点，所以这里是六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利用角平分线，这里是五，这里是七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这边是五 t。这边是 7t， 接下来要来解 t， 该怎么解 t 呢？哎呀，我们这边利用毕氏定理，就是说 a1 长的这个平方，其实呢可以等于左边 25t 平减掉 9， 从右边来看，这边是 49t 平，然后呢再减掉这边是那个81，移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 24t 平等于72，也就是 t 等于根号3，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三边比5根号3、12跟7根号3。这里的突破点就是利用角平分线假设边长关系，再利用高得到的毕氏定理，就可以解出未知数。